个冲道好了，一样你继续前进。三号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撑架子就好了。对，后面前进，前进，前进。我前进会脚会酸的、欸。啊，等一下会变酸。没了，我们就这个窗口其实打得进来了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出去外面搜索他，对，然后过来。不过他问本人是吗？啊？不过他问本人是吗？啊？他们要外面是吗？对，他们现在是打外面。外面有几个人？其实只有一个人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机密。这是机密。根本啊，一个你们就找不到他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派三四个教官。那等一下，最后一个是七号，对，七号我们帮我们，等一下我们要从那个大窗口走出去，那我们先靠在我们的墙壁墙边，探头出去看没有人，再进去。七号跟六号好了，六号一样跟着。你又对六号了是吧？好，五号进去可以。这个没有了，这个没人了。三方面也要看哦，打不到不打，瞄准不打，看不到不打。三不打，那刚才就打太多了，因为都看不到。上面要注意哦，上面有时候会跑人哦。我猜我们是当教官的。教啊？另外一个教官。又是当教官，教官。嘟嘟，你现行吧，嘟嘟。没有，出去了，出去一样，左边右边看管，帮我们守在门口就好。等一下会，一号会前面，五号你要在右边啊。左边。然后右边的墙壁。然后确定哦，上次有教官躲在上面的，也有教官躲在那个草里面的。啊？啊，真的。OK。这个上面其实是一个走道。没人，一号前进。一号带二号，走吧。慢慢的，我们蹲低看上面。一号你看前面，二号你看上面。三号你看前面，四号你看上面，一起一样。靠近墙边，靠近墙边，靠近山坡，对，靠近山坡。看前面，看前面。后面的依序跟上啊。这边是，这边是大胆，然后这边是厦门，很近，厦门就在这边。然后大胆岛在那边，上去找一个墙蹲着，其他人跟上。走了。啊！好，上去了，上去了。七六五四三二一，哎，黄牌，走了，走这边，靠着哦，靠着栏杆，靠着你左边的栏杆走，左边，靠着左边的栏杆走，栏杆也是一种掩护，走了，后面的，后面要跟上啊，你先，六五四三二一，按照号码，快点，你真是真靠的，前面的你要等一下，后面的、啊，等一下下去往右手边走。五呗，五五五下去，架枪架枪，不要往回跑，一定要往前跑，你往回跑前队。我什么？在哪边？来
前面。往回跑，全部部队在那边。往下之后，马上往右边那边跑。往下往下又马上往右边那边。都看不到我现在录到哪边。好了，赶快前进，赶快。在哪边啊？在那边不要动。对，我那里下去到楼梯，这边这个墙下面这里。其他人赶快往右边走，不要看了，你再看就被打了、啊。快走。好，跟上，其他人跟上。慢走哦。这边有一个。跑掉。下海滩。快下海滩。下海滩。跑不跑了哦？你又回到原点了。这边。蹲着。上面下来，这边蹲着，你们那边没有。蹲在这个墙边。进的不可以按住哦。蹲在这个墙边，慢慢前进。现在这边上不去了，我们从另外一边上去。快点。哇，这边蛮漂亮的，这个沙滩。以前都说会有地雷，不晓得现在会不会有。偷偷去打了他几下，不是，跑掉了，刚才我太大声了，不小心滑倒。好了，这样真的有点难玩，太惨。
有打到人吗？刚好看到。先拍到这了，拜。